款的是帅哥，而且反转越大的可能性就越大，所以我选择四号。不知道这个会变出什么样子的花样啊。这是他吗？这好像差别有点大哦。京剧扮相，该不会是女装大佬吧？我觉得他好会扭摆哦，原来眼镜是个加分项啊。这个我觉得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感觉他那一脚把我踢飞了，很妖娆啊！我怎么感觉今天的特别好猜呢？你们猜了几号？记得到评论区告诉我哦！明天视频好一天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